Hello。因为流鼻涕，等我一下。Hello， 喜多。Hello， 冰澈玄九蛋文森Sam。Sam 今天居然拿一零的牌子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卡丘 ，Hello。阿正 ，Hello。北约 ，Hello。威尔森 ，Hello。欢迎回去，欢迎整瓶水，没有，那不关我的事情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夜空 Sky， 冰淇淋送彩虹糖，谢谢四号。Hello， 四号。DJ 晚安，请喝二 L 的两公升的阿龟晚安。Hello， 阿龟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前座刚开场，第一个呜呜，然后就一个大锤，救命！救命！俊生，谢谢送许愿瓶。四号，谢谢分享直播间阿鹏鹏。Hello。我昨天喝光的那种瓶子，有点太大了。谢谢李烨分享直播间，刚是早安杨雄。哎，不可能偷笑吧？太尴尬了，第一个跳错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的粉丝这边，嗯，超级尴尬，救命！我怎么想都想不透，我为什么会跳错？呜呜，嗯，好像不对哦，好像不太对哦，怎么怪怪的？今天开始送小号角，然后我就尴尬笑，然后呢，你们看起来也是尴尬笑，想不透哎、欸。没有，就是脑袋一个打结，你知道吗？脑袋打结的时候就啊，我刚在干嘛？朱伦 ，Hello， 现在不想上班，对吧？不，谢谢不想上班，谢谢俊轩的红包 ，Hello， 不想上班，小杰 ，Hello， 安小卡 ，Hello， 他就想红包啊，没事，上小水没有错，没错呢，不是他 Sam 也在笑啊，笑什么？不然就再多小姐再讲。嗯，哼，谢谢九蛋送的玫瑰，没有你在抢红包，没有关系，我不用喝水。Hello， 启月，古早味 ，Hello。歪歪小游戏，谢谢杨小动员分享，谢谢红包。但我回后台也是喝水、啊，因为真的超渴的。到底谁会？谁会玩游戏玩到很累呢？我这边没有看到跳错，因为你没有在看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才因为有趣，对啊，还蛮好笑的。核心的威力，不是我跟你们说，敲下原子主在上台前面说没有惩罚啊，没有惩罚啊，然后呢，下面我就说，哎，我现在突然想到有个惩罚，然后就什么时候这一 part？ 三秒不是你说没有惩罚的吗？怎么又现在又是你说有惩罚的呢？但蛮好笑的、啊。
不是吧？那时候不热情才会更变得更尴尬。然后拿个外套穿。好，就你了。没有，我有开啊，但是我就是发现它没有声音啊，就超怪，它就是没有声音，然后就说要，看起来 是故障之类的吧。我上台前还看它有那个、啊、有显示，但是它，就是这样。早安。那只就坏，把它煮就坏。对啊，不是重点是你知道，忘了去我们家来去说要记得要自我介绍哦，自我介绍。然后我说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然后呢，然后黄奕就旁边一直在笑，然后我就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然后说，所以我们要先自我介绍。然后我的麦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呢。没关系。今天好漂亮，谢谢。那时候在看姐姐的平板写什么，换一只。她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反正她就是没有声音。恭喜猜拳，有什么没有喝水？姐姐平板上的一趴是叫米娜跟竹整理衣服。什么时候米娜跟竹竹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台上？怎么会有这个问题？怎么你没有？非常谢谢上分，不是分享直播间 WZI 黑白城赞吗？赞哦！因为我戴眼镜，它没了，真的、哦。你想要戴眼镜啊、哦？我今天原本想说要戴眼镜出门，但是我想了想，有点懒，然后我就没有戴了。MC 太害羞了，我就全在你们黑白贼。他们后面的人好像也是讲说，欸，我真的在爱着你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脑子还在爱着你吗？不是，是纵使，纵使，然后就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脑袋中全部都是那边吹一个泡泡，黑白贼，有点懒。对，我还是希望你们全都刚完位，戴眼镜比较好看，真的吗？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讲，就是觉得我戴眼镜比较好看。没关系。我农勋说我很像日本女明星，你像日本女明星，还有谁这样讲？吴奇辉也这样讲，还有谁？忘记了，反正大家就说还不错哦，一般就好看呢。谢谢你，没有说我可以代言，谢谢，太开心了吧？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很适合去代言眼镜。超嗨的那一趴，但是你也没了，
就不想上分享直播间，现在来不及在上了，打算固定，但会不会拿不下来？拿不下来，注意一点，都好看。戴眼镜跟汪汪比较不像，我们没有像啊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像，真的没有像。那因为斯文的小女生就是很文青啊，眼镜人跟小姐，谢谢。刚刚看之前坐在眼睛那张，真的、哦、好哎、欸，可以当学霸，但装不了真学霸，当不了真的学霸，只能假装而已。哎，笑笑，我今天很努力的在找你在哪里，但是我，嗯。硬币为什么要写捷运？因为我的温布顿是那个啊，有一句是什么？有我在捷，有我在捷运里支持着你，不能当真的，靠配件加分。没错，真不错。刚刚听你哦，对对对。没事，你在退场期，我努力看你，但太暗了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你可以看我，谢谢小北送文兄弟，小北送红玫瑰，问号问号问号什么意思？我不懂歌词啊，有这句有这句，有我在捷运里支持着你，这是一句歌词，你们都没有认真在看四周年吼，只有你啊，这么好哦！谢谢博云送的一封信。你们吃晚餐了吗？我吃了晚餐了，我今天吃鸡肉饭。要不要连续猪猪你吗？还要阻止兄弟吗？这里面就在看歌词，这直接都没有歌词，就是还有对，不是我啊，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看啊。谢谢宽三送猪猪你哦，阿珍送猪猪你哦。戴了眼镜就没拿下来过，因为常常跟人家说拿下来之后会变糊哎、欸。谢谢俊生送的红包，这太快乐了吧！谢谢俊生，就当你嘴唇抽筋。哎，我那个拍合照会的时候很常在，那就不知道一直笑呢，然后这样，嘴角抽动，有点笑得很僵哎。要再仔细听那句歌词的，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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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快乐！我第一次看到喜多，喜多跟我第一印象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可能是会偏韩系的女生之类的，结果。很一般的大姐姐感哎、欸，不都这样吗？笑到抽筋，不会变无奈的干嘛带？拿下来会变糊，所以要带。嗯，我真看见到你跳不动，还结棍下翻你把就跳十一首。我都这样吗？哪有，我哪都这样。谢华谢文送的文手礼，他现在发出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知道我们今天绑为什么都绑辫子吗？因为依琳说，因为依琳只能绑，现在只能绑辫子，我们就说，我说孩子，他说我想看你们都绑辫子，然后我们就哦好啊，我今天原本绑好高马尾，然后我说好啊好啊，然后就把它拆掉，然后开始绑辫子，没带会糊。要睡要戴啊，没戴不糊干嘛戴？我没戴不糊，但是戴了更清楚，然后拿下来会变糊一点，就是比我原本不戴的时候还会糊一点，你懂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、欸、就是这样子，不是会这样吗？有吧？就是呢，你原本看视力哦，非常的清楚，然后呢？你戴上眼镜之后更清楚了，
然后拿下那一刻就会变得比较糊。嗯，等你说你原本要干嘛？对啊，原本已经绑好了。所以你说你觉得说为什么没有高马尾？一零的锅去找一零，去找一零。你要看辫子，就看我的 IG 近视几度？近视吗？就是很浅欸，150跟200吧。这一周穿着偏简单，没关系，我也是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现在喝饮料。天天 Hello， 晚安。南下美对角，没错，这边看到喜多遗憾，你居然没有看到喜多这么明显。现在贴图直接告满尾了吧？我考虑一下。原来是云到原谅堂 ，Sam， 你这样真的不 OK 耶。真的不行，我太难过了。今天太温柔会听后辈的，哪有？你知道我彩排那天的时候，我同学还一直跟我讲说，他说：“欸，依琳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好像不理他一样子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在 emo。”我说：“我在想事情，之后我没办法回他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他会以……”我说：“我说依琳会不会以为我讨厌他、啊？”我真的不敢有东西在讲，没错哦。我真的不是不想要。不理依琳，但是我那时候我正在想事情，所以我没有空理他。我真的超级怕哦，谢谢哦，不是谢谢，是恭喜俊生中的位置。反正我真的不是故意不理他，只是我在想事情，所以我没有在听他在讲什么。然后我就说，欸，你怎么都不理他？你好像不太理他。我说我没有啊，我只是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我那个公演的时候，我坐在旁边，我可以跟他聊天。那一点很好笑，我就你知道到最后一套的时候，我衣服已经全部都穿好，然后我发现他根本还没换，我说你怎么还没换呢、啊？他说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就换快点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那好像比较好中奖，真的、哦，换成 emo， 一零心中 emo， 太坏了。那还是个坏蛋欸，你知道我今天还在后台刚讲这件事，我说欸，不是有粉丝会一直叫你什么小坏蛋小，他说没有，好像粉丝会叫我什么小恶魔什么的，我想啊，不是小坏蛋吗？然后说啊，我觉得小坏蛋听起来很亲密欸，我说对吧对吧对吧，不要乱叫各位，真的不要乱叫，再给我乱叫小坏蛋是怎样？没有你。欸、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超早睡的。我昨天回家之后呢，我8点多说要去洗澡，就我原本预设8点多要去洗澡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都没去洗，我想说，先卸个妆好了，然后就滑一下手机。九点半我就睡着。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早上8点了。超紧张，那才来不及。谢谢俊生送的红包，脏脏我有洗，好吧，我今天超干净的。今天早上是我最干净，然后今天黄丽玲还在我后面，他就这样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从背后讲，然后就讲，他说你真的都香香的欸，我说哦，因为我今天早上有洗澡。他说没有，可是你一直都香香的。然后还乱叫，对啊，我不要乱叫。反正你下次再叫大声一点，啊什么？太会睡了吧？就是一直都很晚睡，所以一次补回来了。我今天黑眼圈蛮浅的，好吧，好像没有，抱歉，好像没有，我误会了。我今天没喷诶。你还没是臭的吧？这还有香水味。今天还好吧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流最多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今天流最多汗的时候就在玩那个黑白切。
超级累，那是我唯一流汗的时候。我的一秒一秒越好，非常的在快乐中结束了。一秒一秒越好。Sam 的香水味比你们还重，真的、哦、是古龙水味吗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 Sam 喷什么。你们这些人昨天想怎样啊？昨天第一个看到是谁啊？是你吗，博伟？是你吗？啊，他不在梦，我觉得都是味有点有油味。他好像有洗吧，主厨好像有洗。甜甜的花果香，天哪，这么少女吗？花香偏甜。他对那鸟不痛不痒吧？对，就像只是不想喷太多，这么有心。Hello， 洛克，不可能吧？我很下班路回家。嗯，这是谁？这个是圣诞 T 吗？因为看很像。晚安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这是我认识的人吗？是太幸运，然后发现对面的人，我就哦，也闻得太清楚了，好色哦，杨雄。谢谢俊生送了好多浪漫玫瑰，你们去问海兔，他有没有闻到？海兔，啊，你说摄影姐姐吗？其实你知道杨晨为什么会说偏甜吗？他舔过，真的假的？太糟糕了吧！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健身的时候在笑吗？我昨天通宵，因为我一直听到有人家说王同学开播，你要开播什么？我觉得太好笑了吧？怎么了？现在说的话能信？嗯，跟汪汪一样，就是，好，然后我去拿一下充电，我这平板没充电。我今天的裤子它有点偏低腰，偏低腰一点，也不是偏低腰，就是它其实应该是高腰裤，但它有点太松了。今天阿丽还问说：“你现在，我说你现在喜欢穿这种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只是因为，只是因为它是太松了，所以就是它看起来很低腰。”汪汪的嘴骗人的鬼。等我一下，你看到我的天花板上有那个泡棉胶，好笑了，因为我要粘这个灯，就它粘不起来，就有点太重了，粘不住。这次没有接下班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下次再来。我要用洗涤控把它粘起来，有点歪歪的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是什么？没有，它就是
它就是灯条啊，然后还蛮亮的，因为我就觉得这有点暗，所以我就喜欢，就我就贴了灯条，但是它就是有点太重粘不住，所以我它就一直掉下来，我现在是让它挂在灯上面。谢谢俊生送的红包，太快乐了吧！你下次还戴眼镜吗？你想看吗？我也没讲一次，就在说好好，不会说什么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什么？但是我默默在旁边，我叫他进来啊。然后快走心了，对对对。麻烦叶子的时候给我你的眼吧，他都不理你。他哪会理你啊？阿成 ，Hello， 有即视感，你比我们的成年都眼不有妆。屋主下面是谁？什么屋主下面是谁？好可怕！被他不开会不发现，那我就屋主零三 ，Hello。等着我，等下快走心了，忘了嘴边的鬼，因为啦啦啦啦啦。Hello Wilson， 谢红玫瑰。好一点也差不多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吧。但你知道，我们昨天我跟我两个人非常的就想说，啊，所以那个跟我们讲话的是谁？所以那个是谁？你想问那是谁？吉米周，谢谢送眼镜两种。我只是好像第一个，我只是出来摸一跟。波喜 ，Hello， 子萱 ，Hello， 昨天戴眼镜好看啊，真的、啊，谢谢，谢谢心眼的送一颗心。因为我对戴眼镜的女孩实在是排名前二十的，前二十而已、哦。Hello， 林果，谢谢和大家送的缘分相遇。俊正，谢谢送浪漫玫瑰。切懂 ，Hello， 你是喊要去吃饭？请问吃饭为什么？太扯了吧！我跟汪汪其实那天还蛮悠闲的，我们先就是到公司之后，我们就去吃那个什么四季金萱，好想吃抹茶，我想吃抹茶。那时候我没有吃到双色抹茶，就吃到单抹茶。你买给我什么？我说全家的。抹茶没有，那抹茶已经我没有，那时候没吃到，我没有吃到双色的。你们今天还有免费饮料赚到，免费赚到饮料不错吧？我们今天有免费赚到饮料，没有抹茶。我昨天去买的时候只有四季金萱的双口味而已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饮料是我自己买的。没有啊，我没有饮料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没有饮料。不可以这样子吧？可是我是 T 的，所以没有饮料是蛮正常的事情，是吗？吹一颗泡泡，把自己打包。吹的风带我飘进你怀里闪耀，专属的味道，幸福感充饱，一秒一秒越好。默默坏坏的。不会，怎么连你都这样？他这么可爱，一看就不是 T， 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浓眉 ，Hello， 零三 ，Hello， 可是你今天没有加班啊？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加班啊，我一直都这样，真的、哦，好糟糕哦，怎么这样 ？Hello， 西恩，苏云 ，Hello， 因为是你先讲的。所以是好意选你，你们这样不行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。
家昨天都把我拍得蛮好看的，谢谢。然后好像有人以为我跟依琳跟汪汪一起拍那个是今天刚换衣服拍的，其实不是，是前天拍的，下班角度比较好吧。帮我谢谢依琳，不然我原本就没有，没有，我今天有拍，只是我发现好像我觉得下次可以再补一个镜头。对，下次可以再补一个镜头。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你们到底多喜欢 Reels 啊？我真没有很 get 到 Reels 哎。你要看。我不要给你看，等我发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了。明天记得还在那，我今天好像有看到有那有一个 reels， 周哥在臭。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 reels 吧，就是什么他在拍好像火车还是什么。然后他就很紧急的，就这样要按一下，然后发现镜头没有拔。然后呢，他要按一下快门之后，发现他没有带记忆卡。也不掉了，时间有更新就好了。嘿，好像也没有记忆卡，好惨哦。你朋友以前很常这样。你说镜头没有拔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拔吗？镜头盖没拔是很常见的。开始热了，还是应该开冷气啊？但我已经开冷气开楼下了。其实好像是我先感冒了，抱歉婉玲，但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大瓦哥 ，Hello。反正这不缺就是记忆卡，这边没来的。没有，如果是喉咙发炎，那他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感冒吗？这种形式像眼睛，好，镜头没把豆豆先生。听你这样讲，我有点不知道是哪一集，为什么？现在拍照没记忆卡，那真的，那真的会很想哭。拍摄的时候发现没有盖子，抱歉，忘记拿下盖子。没画面哦，没画面。走那么久，啾！连送好多个，谢谢，谢谢小易。记忆卡故障真的会很想哭，因为我没有抢到我的红包。出事了，我真忘记今天直播，好收工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今天也很难得，就是平常真的不会播在礼拜天啊，对对，平常不会礼拜天，就是礼拜天就会容易故障。Echo， Hello。已经过时了好吗？啾，可爱可爱哥们，不要离你过时了。有很多就有五个月，通常是比电视没电。下月五六日已经预期为一到四密集直播表了，没有错呢。谢谢。我那时候看到那个下个月是那个，我就好。
对啊，我都很想再讲说不要再 flower 了，可以，大家可以改跳波比之类的，可以在公演的时候直播，可能有点困难。太老了，搞不好可以掀起一波新潮流啊！今天猜拳辛苦了，情绪放很开，好好笑哦，真的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一场，那嗡嗡跟主这两个人一定是放得很开的人，而且跳两场你们应该不会想再丢直播，没有错，没错，150、160、110。反正呢，我跟你讲，五六日不管我的主场在哪一天，我三天都要到啦，哈哈，哈哈。那时候最后人养也是关键时刻该发挥的女人，是不是该跟杰肖安全化去？我看你也是很嗨，没有错。今天情绪还蛮情绪吗？今天心情还可以。嗨，谢谢冯家送红玫瑰，没有算你在抢红包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你想看？那你要买票进来看呢？公演结束还直播不在房间的心情怎么样呢？你现在讲的就是现在的我啊。居然都要到吗？不是，你怎么想哦？就算好，今天假如说礼拜五是我们组，那我要到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今天是礼拜五是 P 组，那我还是要到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要到前座呢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呢，不管呢在哪一天，我都要到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下周来说还什么时候呢？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我前一天的 T 组表现的也不错啊，只有小错误而已。然后那个歌词有点，是什么这种感觉？还不确定哪些哪组、哦，对啊，但我说，就算是 P 还是 T， 我都还是要到，不是吗？所以今天不知道是哪一组，跟我要不要出席都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我以为叫前桌的你跳两组在，说的那组在跳他，跳的那组粉丝对不对？嗯。在组阁时，他完全没有预期到他人家有没有。我在已经知道是手牵手公演的时候，我还都没有想到我会有要全餐的可能性。没错哦，我到了大概上场前，可能一个月前才到。哈，我要跳前座，哈哈，太快乐了吧！肉肉，肉肉真的是辛苦了。欸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夹子吗？这夹子是我是那个是四周年的时候夹那个落幕的帽子的夹子，只是那个老师没有收回去，所以我就拿来了。这种每次都有这种夹子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欸，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继续用，没错。没有，就是老师他们都不会收回去。好不好？老师再找。看起来是没有。那我们每次公演结束后，这些东西都超级多的，就是你会看到满满桌上都是。只是想看会不会主动还回去。今天好累哦，这样有没有感觉很累，有点放不开？今天真的超级热，我刚刚放在手边三盒里面做好防晒准备。好的，好，我会记得。
谁站在前座？那么累？是谁？实习生？实习生啊？实习生怎么说出来？平常会有人这样吗？实习生没有关系，先一秒先摆正，谢谢。因为庄老师的薪水包含这些，就是成本。年轻人有点爽，但赚夹子，标牌不换就不会晒啦。键盘很久嘛，庄老师是在干嘛？在干嘛？疯狂的印黑白。我原本想说要再想一个话题，但发现好像根本不需要。原本以为手牵手不会有前座的，这也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、啊。谁知道呢？没有想到呢？怎么想都没有想到呢？剩了一个多小时吧，这么想买。你在这树不买，不是树，念错了，怒不买，念错字了。没想到手牵手也会有怒啦，怒不买，我说怒，我要纠正自己，我要纠正我自己，是我这次怒不买，集团。不是李团怒，哎、欸，李团怒很好笑哎、欸，不小心念错字了。啾，可愛くてごめん。啾。啾。我也可以啊，什么我也可以？然后人家名字，中南要等于甩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在那边乖乖晚安，是好不用，谢谢微云加入粉丝团。健康的天天跳这首歌，真的。那现在是快乐电影，什么？重庆人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呢？博云先送今天宝宝。恭喜又养成了进一步，耶、yeah ！好像很长的时间哦。周变用，用家安，太有点奇怪哦。周家安还是要甩恩斋，为了你不喊真的、哦。Hello， 上庭，好奇怪，你也知道啊，你也知道啊。悠悠晚安。但我觉得昨天的公演整体的感觉就是好像大家都玩得还蛮开心的、啊。自创甩牌球梦，就会变甩。是哦，好吧，是目前到现在没有人叫我甩家安啦、啊。是叫做周安家之类的，很开心，谢谢喜多。你昨天只看到四首，你也迟到太久了吧？你还没看到 T 的时候，下次来看啊，下次该看了吧？一口来看。欸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昨天超级紧张，我紧张在台上真的超级想吐欸。而且我没有，其实好吧，我觉得想吐的原因不是很紧张，而是那个便当。虽然昨天吃小肥，但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我预期中的感觉。P 的课比 T 的课很多 ，T 的课零散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一直在看我深呼吸。你好，你好，认真在看了，我是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，有点吸不到气。小肥，就是很，就是让我觉得，哈，这是小肥吗？这种感觉。完全吃不下去的那种，很不舒服。怎么一个另一个字组？今天刚下完雨，空气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在台上很胸闷，没办法呼吸，然后觉得很反胃。
然后我就问其他人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，就是因为那个便当，他们就在说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怎么样，我就发现哎，好像不是只有我的问题这样子。先骑车拜拜，小心哦，开车小心，不是开车是骑车，骑车小心。东西先生加油呀，太油是真的还蛮油的，我今天有点拉肚子在。太肥了，有点油，不一定是小肥问题，只是还是可能因为我早上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？有可能。本我先见面初见你真的、哦、喂，谢谢上庭送的红包哦，太棒了，我是最多的。今天是太太太，不是，今天是什么卤肉便当，什么卤肉便当，但我也忘记它，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，对，没有很清楚叫做什么，只是是卤肉便当。然后吃炸鸡的，好吃吗？卤肉还不错，它的肉燥还不错。晚安零三，这么早？没有啊，我一开始我还就说，哎，其实便当超好吃，然后越吃越后面，好像有点微妙。没有没有，他的店名有什么什么卤肉便当，但是我选的主菜是炸鸡。再一包真的、哦。外送的有人身体有没有患有微脱水？真的、哦、还好吗？嗯，谢谢上庭送的红包，恭喜先听便当姐姐，明天上班会读出去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嗯，我就说饭的卤汁，它有另外加肉燥，二十一呢。因为现场气氛很强，真的、哦、感觉会很闷诶。大家现场是可以喝水的吧？对吧？因为现在餐厅订餐，今天没有，今天这是第一次订。现在 L 牌上顶，他会跟你在 L 牌吗？大哥 ，sorry， 可以喝水。不要再说了 ，L 牌。哎，那我跟你们说，山顶的龟，我真的完全是靠应援棒在认你们的、欸。真的真的。那个春天在上山，没有关系。一片黑吧，对，我只是看得到荧光棒。像那个谁，山顶那个，像那个谁，是米手吗？米索他就会拿一只白一只紫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变一个爱心，然后我就会哦，是我的粉丝这种感觉。有没有感觉好孤单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下一次会下山的。我昨天在台上也想要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呼吸不过来，看到我就知道是二阶了。阿成，谢谢分享直播间。但不一定好像不对，可能条件是一部分。你第一次看，第一次看什么？哦 ，Viri 是好玩。你手边不是在 iPad 吗？好像是，他在中后吗？你要去周家英传乐界所，不是乐界所，二界所，念错了 ，sorry。把文件删掉，然后要当自己的照片。夏尔、欸，我是没有在这边看过夏尔这个人啊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开始怀疑，嗯，长得调不到紫色，我没关系，
那现在好像你不知道我怎么去那边干嘛。俊生先送红玫瑰。有啦，陈医生房哦，好像有，欸、好像有哎、欸。然后我一直说什么主委，主委，主委，主委加码，被点名应该发红包，硬要。哼，你在放建国路？我放建国路，前面的他跟我说把算放在他肩上，你吗？啾，哥妹，嗯，好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建。建国路，哎呦，我最讨厌这广告了，很烦哎！不要再播这广告了，拜托。欧米豆腐，那种建国我也不知道哎，所以为什么？我可以发红包给大家，我今天有抢一点点，但是我想要先丢给粉丝团的各位。等一下哦，粉丝团的各位手手准备，超好笑。好了吗？粉丝团的各位现在都在了吗？我要丢喽，自己抢。你看，要先不要跳，你按掉了。那我现在不够再发一包哎，现在不够再发一包了，抱歉各位，我只发得起500。谢谢夏啊，好，我有抢到。你也按掉了，我现在付不起第二包红包，抱歉了各位，抢不到。诸位谢谢我帮你省钱，哭家哈喽，要被自己的手粉，没有关系。谢谢杨生小号角赞哦，谢谢红包，谢谢杨生小号角。剩两包，等副歌跟结尾。好，突然觉得粉丝团真的好用啊，真好用，我爱粉丝团。谢谢小一送红包，喂，哎，为什么那么多啊？为什么盒分量也那么多？哦，是大包是不是？天哪，小一。天哪！哎，谢谢！护卫大包，怎样？哎，不是，我中40几耶！谢谢红包，哎，等一下我去拿眼镜。突然觉得你想戴眼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下裤子很松哎、欸，真的。谢谢夏尔送的红包，永远抢不到。等一下，这个可能要拿走。你说夹这里吗？
魂牵梦萦的眼睛。旁边人都说这幅好看。我是想要四级算少，对啊，为什么我就那么久？好啦，啊，对啊，哎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随后可以，这眼睛要受不了，这眼睛特效不是，它不是眼睛，我觉得这种眼睛最好看，是我试过里面我就觉得最适合我的眼睛。眼睛造型也要比因时因地制宜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那种读书会开始整理家里面的人，所以呢，就不用跟我讲说摇笔这种事情了。谢谢夏尔的红包，谢谢夏尔。好，我刚是听说还有另一种方式会发红包啊，刚是有另一种方式会发红包。谢谢飞鸟送的红包，哎，我只有十，哎，我是最少的吗？应该是哦。飞鸟就讨厌我，为什么这么少？谢谢林国送的红包。账号给我直接转给你。台中是舒适的适合还是自己很美的适合？自己很美的适合。练财财吧，用尽啦啦啦。谢谢吉米周送的红包，哎，好快乐哦！现在我也可以一直抢。你们是眼睛不能带他去表演，真的吗？可以吧？为什么不行？谢谢俊生送红包，天哪，好快乐。谢谢米卡送的红包，看来大家今天抢包抢得很快乐哦。上哪领我？那就不是声音，不是造型就是吗？你要抢那个吧？就是你觉得解散了，谢谢阿成送的红包，你等一下，突然有点多。谢谢黑杰克送的红包，谢谢各位送的红包。真的，你们哎，你们要庆幸我的台的粉丝团人数没有那么多。谢谢小易送的红包。等一下，这样看，这样是大包了吗？谢谢小易，小易今天是发心是不是？夸张哎！等一下，本体是眼睛，阳光用完了。台中，谢谢红包们，谢谢大家。我非常的快乐，没有阳光。我适合分这个吗？是不适合，我也觉得不适合。放回来，我也不喜欢。我还没有动过我今天的刘海，我今天刘海今天喷定型后就没有再动过它。东北现在全部都没了。东北，啊，你说的那个吗？现在的亲哎，谢谢俊生送的红包。那眼睛才是厉害，那今晚黑白菜菜超厉害。哎，我也觉得我突然运气超好的，突然两胜啊！永驻啦啦啦，你们阿罗马街。你用过刘海胶吗？突然面上没有哎、欸，好像类级好像有买，小爱买戒指过手链啊，大同小异，哎、欸，这个好笑哎、欸，最近一次还到时候就是，你说现在已经会晕，现在在就好，天啊，四毛，哎、欸，四毛，我最后听你喊那个哎、欸，我有听你喊那个引言，很猛哎、欸。我在后台也为你欢呼，大家也为你欢呼，我觉得很感动。里面听得到吗？好抖，
没有没有，现在已经不管是不是听不听得到的问题，而是就是我觉得有胆量喊这个就是一件值得嘉奖的事情。阿元，谢谢分享直播间，好羡慕哦！这么文字蛮会有指导，你很棒啊！勇气葛家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他那里有一个灯一直在跑，哎，为什么？我灯的频率，对啊，太暗了，太亮，太亮。这有点暗呢、欸。不是，是灯。啊！欸，很像吊扇哎、欸，但它不是。好吧。那，先这样。刚是 AWGI。水波纹，天啊，好热哦！我后面灯倒是很强耶，它真的很亮啊！调整录影帧数，我不会，是手动曝光吗？自动曝光。算了，呵呵，没有关系。能声音比讲话大声，这个吗？我就把外面冷气关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有点浪费电。最近听说要涨价，是不是？电费的部分。四月好像，但我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关灯。昨天睡死了。我爸昨天晚上9:30。还9:50的时候，传讯问我说：“家人到家了吗？”然后我根本没有回他，我今天早上好像已读他。然后我4点多的时候才看到讯息，我说：“哦，我昨天睡着了。”但我有点难过，是他没有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？Why？ 为什么他不打电话给我啊？是因为我前几天没有加他电话吗？他没有打电话给我。谢谢阿雄送的猪猪你哦。安娜一定在睡觉，哪有？你知道我妹上次在日本这样子，然后我爸直接差点打电话报警，但他没有打电话给我。对啊，我女儿一分钟没读讯你就打过去了，你的女儿在哪？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不接？因为我开勿扰模式啊。那宝也睡着了，那个女儿打完全忘记你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如果你有，你来电。看到没有？糟糕哎！戴眼镜，谢谢。那宝贝也睡着了，我也是这么相信的。我希望他是这么想的，没有关系。我希望他是这么想的哦。
只是没有听他电话而已啊，没关系。坚强微笑，你看番茄边有，请问要补一下另一边吗？因为他现在大概是掉的，没有关系。我今天妆其实，你懂吗？还好。他们也睡着。带了你没的，我很坚强，对我很坚强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都不要打给我。我今天跟祖祖我们后台的话题就是那个猫咪。谢谢我林松说你，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。明天我一个人会依然微笑，就那个生活吧，还蛮习惯的、啊，一个人轻松自在，还不会被关。坚强微笑。圈圈，他还跟我分享影片，然后就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那里都是小猫咪，现在想睡到今年都可以，没错哦。主角是当妈的人，哇，这么早就当妈，没有啦，当猫妈。你是国外宠物派，我现在房间越来越少了。你现在在吃猫的，你可以当猫咪啊！你可能要先跟一家一样，先喵一声，快点拍一个影片，拍一个影片。我会吃猫的吗？但是不会啊，我不是猫。今天会播到几点？今天吗？可能是十点。如果你们觉得我播太久，我也可以提早关播，没有问题哦。现在可以养水晶宝宝，就是有一些这些吃猫粮的害我礼物送不出去。水晶宝宝是，天啊，这是笑笑，这是代沟吗？笑笑，你没有养过水晶宝宝吗？真假的？嗯，跨日了吧？好，提早关。怎么有你这种人？喵，浩毅，你快点，你要发现实动态之类的、啊。你是收了三十几个人的喵？可以播到十二点吗？不然你们很无聊。你要上班呢？你这边养过水吗？那是我们国小的东西。嗯，国小。绝对过 staff 之后，以为吃猫粮有猫粮不能送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。因为那会影响环境，那不是可以当厕所放在鸡吗？你想养蚕宝宝？真的吗？天哪、啊！你问姐姐结束不能送了？谢谢陈总，祝祝你哦。他虽然说有人会吃，超好笑。笑笑居然不是斗蟋蟀那个年代吗？但是不给别人吃，那你还是两家庄有吗？来，我们明明我们是蚕宝宝吧？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养蚕宝宝啊。哦，脚链，十一月的脚链，好像更高哎、欸，但我唱不上去，没关系。耶耶耶耶！哎哎，等下，哦，谢谢笑笑送的红包。如果有成员会喜欢喂食物的，确实哦。为什么笑笑喜欢脚垫？是不是？嗯，点点。我很想这个动作，然后转圈。
谢谢喜多送啾啾你哦。您好，你想交给你的吗？嗯，当年是什么东西？小阿光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那边看到的人吗？是那个给猫粮的小阿光吗？今天上来就是人生歌词，欣赏片头歌词，丢饭小阿光。Hello， 你好。猫粮的小阿光。哇哇哇！哎，不是哦，是 I love you。你要来点晚餐，哎，来推荐是什么好？我今天吃鸡肉饭，我今天是吃，对，是那种健康餐的那种鸡肉饭。我妈，其实我现在很想吃牛肉面，很想吃牛肉面，推荐吃冻干。是猫娘，你们这些人干嘛？干嘛这样？还有什么？下次一起聚餐。小熊你要干嘛？你不要骚扰我的女伴。今天才吃牛肉面，真的、哦。今天是谁让你们才吃牛肉面？吃牛肉面，我想吃牛肉面。其实我今天也想吃牛肉面，只是我懒出去买而已。所以我选择用叫 Uber 的方式，然后还不是叫我自己叫，还不是我自己叫，是我叫我爸妈叫，这样我就不用出钱了。噔噔噔，嘿，伸出友谊的手，友谊的手，连锁选牛肉面还是跟你吃？哦，真的，国树来了，就我刚刚这样，恕我不能，恕我什么啊？忘记了，今天真的怕尴尬，天哪！喜多，你居然答应他 ！Oh my god！ 今天真是来昆明的双麒麟，祭团怒！别啊，我不要听那首，好听下。请问主播人在活动中认其他粉丝？我看到这篇文章，好笑。没有人粉丝吗？觉得我推他这？哎、欸，我有看这部哎、欸，你没有看吗？你没有看吗？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要去看吗？因为是面面推荐我，说你去看，然后我就去看完之后就 ，Oh my god， 这太好看了吧！就是觉得，哦天哪，这很感觉很这样，就是一部好剧，就是很值得探讨的议题。帮助我需要认识一些其他的心情。这么严肃的学习，不然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好啊，笑笑，喜多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认识我的女伴，我的女伴人都很好。你知道那天坐你后面还有个女伴，她叫做 Emma， 她叫 Emma， 她是香港人，也是一个可爱的女生，四毛。但我好像看你跟四毛站在一起，好像就是坐在旁边吗？林杰星，没有，你知道那现场尴尬了一秒钟之后，然后害我觉得很尴尬，然后开始，天，哎，你还真的不知道，阿圭安的四大女伴，阿圭是有点难找哎、欸，其实，对不起吧，03呢？03。林三比较少出席，我当下林三也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女生。什么林杰星？没有，就昨天的 MC 话题。阿圭的身影模糊，我们让西西姐代替。
我有香港女伴，干嘛怀疑吗？怀疑啊？没有没有，是交换什么能力？我说我要交换阿姐的心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林杰心。不要吸一点啊！我没有这样讲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可以乱造谣，哎、欸！现在有上掌声鼓励，一曲两段，年轻超有梗，谢谢。嗯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西西姐。看一下，用西姐代替，不是啊，西姐也很久，好啦，我昨天活动有看到她吧？这两场等一下要偏多怀疑，宜家必读空三中，宜家真的很厉害。下礼拜不是下礼拜，下个月六礼拜六有晚场，结束周冠联会的小三三会启动，带四毛加入。像你一个为人君子的人，是这样讲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你看你会讲东西，哎、欸，我也觉得。Hello， 易怡 ，Hello， 多多，执法人员，一组人员的话比较多，发生什么事？在那里，因为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先讲，我原本是讲先讲那个，我想要跟阿杰换舞蹈的，结果，因为我没有想到阿杰会讲我，正人君哦，不是伟人，正人君子，不要怀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是你网络卡哦哦，你现在在左边，然后在左，我之前想在左，就是想要林杰，现在在林星，我想要前者，可以吗？是为人正直，真的是没错，笑嘴骗人的鬼。有晚场公演都会吃饭哦，所以你们今天有吃哦？你们现在在吃饭吗？哎，今天不是晚场公演，忘记了。阿雄先生也这样说，那是梁启伦小杨，可以吗？我可以成为这种人吗？但我觉得这个想的不错吧，没有感情不好。我愿支持安雄的小达人，现在连谁没那么硬，根本自己都笑。不是啊，我就自己觉得很搞笑啊，不能笑吗？那我讲出来很尴尬、欸。要等大家笑完才能讲笑话，自己笑是大忌。嗯，要成为踢主一家。刚组的时候，现在觉得不好读哎、欸。我也觉得、欸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。冷场也要想办法接。没有，不是你在我那时候讲完的时候，大家现场安静了3秒，然后张白说：“哦，天哪，好油哦，好油哦。”你们先吃羊肉面，看一下，人家臭，看起来，
好棒啊，明天要上课嘞。很像我们组长。我们组长七七吗？七会讲讲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哎，好像会，好像会。我不骗我吗？汪汪，还是吴婉玲。哎，我好像婉玲是婉玲，婉玲会讲说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谢谢。你知道吴婉玲怎样吗？万一我跟他下礼拜有没有约，他就说啊，可是我临时好像就是学校有事情，然后如果跟你出去玩的话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好。我就说哦，好，没关系啊，那就不用吧，我们就不要约了吧，没有关系。学习好像，但都会，但是非常谢谢。嗨，西西姐，你说你今天在哪里？就说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欸，我好像突然好像觉得真的有。你要去你会上课不行，我明天要去领考卷，领回我的鸡蛋考卷。你要不要西姐？我要七西姐啊，没有想过你还有大五。现在你说出来真的当街一下刚刚是安安讲的吗？他居然讲这种冷笑话吗？天哪！都没有休息，那礼拜应该就放假了吧？那你是要去面对现实？你觉得鸡蛋是几分？嘻嘻，我要确定我的鸭蛋考卷，换一个蛋。鸡蛋糕。鸡蛋烤卷叠一叠就比较鸡蛋糕，真好笑。鸡蛋比鸭蛋还贵啊，4毛，不是？好的，安安的四大女番 ，A 码4毛，喜多西姐还要贵，那这不是四大好不好？这已经不是四大了，这已经是五大了。那就好说。还有03，终于是叫了。在消化，不要理我。四大五个是很正常的，没有要变六大了。你们是一直忘记人家03，还有谁没点到名？等一下手心，还有玉婷，哎，玉婷很久没看到哎。哎，所以笑笑，你有看过 Emma 吗？你是哪个？波达。Hello， 还没有认过安安的女粉，玉特走心，我记得好吗？你看，我有讲出名字，快点快点，还有谁？我会忘掉，快点，我没有忘掉谁。哎，我忘掉谁，我很尴尬。现在走心环节吗？庆怡，还有一个庆怡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庆怡耶，有一个也是跟我同年纪的女番叫庆怡。谢谢 DJ， 不是，你知道你在我从进来那一刻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这么多女番，没有，人家是在认真念书，好不好？他有来找我握手。然后自己有很多女犯罪鬼，我说其实女犯已经比男犯多，不要这样，有吗？有这回事吗？你看一下叫上女犯大概就是我说你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，因为我刚刚讲说什么，我本来向他讲说我怒怎样怎样，我说偶数，人越来越少，你自己点自己分，你愿意加入女犯的行列，那怎么会决定女犯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女犯，我一直觉得女犯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，但事实证明好像相反。怒口碑，什么不要投名哦？还是过季？啊？啊？什么过季了？
你说你树不满哦，不，因为我说怒不满，因为的树不满，所以就一团怒。就现在看，你觉得海平安感觉不是女犯小类型？你就看看上一彩排又被圈到了。上一彩排，维林是女生吗？维林，肯定不是女犯，电波蛮对女犯的吧？可能哦。哎，那我的电波就不对男犯了吗？何飞懂我站的，看来何飞也是女生吗？你认同什么啊？你是女生，哎、欸，快点，加一再加一了，抱歉了各位。自己不过自己才觉得，但我不是你也觉得很对啊，点不会。还有独立自主的特质，心理反叛。不要挡在这里吗？谢谢小易送的熊抱猪猪吗？他叫熊抱猪猪吗？哎，他叫什么？熊抱猪猪？哦，熊抱猪猪。谢谢小易点名更长，其实你加起来也是你犯，真的？你加起来，这么难对上吧？哪怕随便，哎、欸。话不能这样讲，哎，国树，你话真的不可以这样讲。你有点被 AKB 的人心，讲起来好笑。你女犯就变成安安的三角形，乱圈圈。好哦。嗯，烦恼，我明天要上学。我每次活动结束后，我爸说明天上学哈，说你今天去上学吗？我说有啊，然后说太累的话记得要休息哦。我说好，我会记得请学校。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应该要练习请假，而不是学校请假。我说可是我的假日。被用掉了耶，他说，所以你应该要，他说，所以你不应该要请学校，而是要请活动啊。然后说，可是活动比较重要吧？说你是学生，各位请假，各位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安？为什么没有安？安去哪里了？安呢？我不应该排早班。早八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不行，又不是你要上学。对啊，你看学校可以请，学校可以上学，然后没有在听，对不对？但公也不能没有我啊。那然后从妈又开始，真的、哦，你度假了啦，在同学哦，学校可以延毕，这个不行哎、欸，各位。因为不玩，是没有不认识的问题。用眼圈的话很难补哎、欸，不啊，你们就会看到阿丽啊，你们就会看到阿丽而已啊。你也需要紧，就是需要一直碰两个。好，后不要乱说哎、欸，不可以乱说话哎、欸，才念出来。你就说我事业学双主修，没错。对啊，那是不是因为都缺我的位置？那么多人爱你，怎么可能缺席？真的假的？可是听说上个月有人不小心缺席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因为
选择了日本，没有选择我之类的。我问的对位是谁啊？是布丁哦。那是衣服的颜色，对位是布丁。但这样子会出事情，这样会出事情欸，如果我修的话，那个温布顿会出事情。没有没有，只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分配吗？我原本应该是黄色，只是因为黄色比较 size 我可能我穿不起来，我穿不上。对，这样讲。你，我是在编你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被视觉蒙蔽了，没错。你们只看到颜色而已，这样不行。哎，红包设置 ，sorry。毕竟你只有一个人，我没有觉得很大，真的。那这个没事啦，看不出队友很强。你这真的有点过分了哦。结果我还不知道面对威胁，但我想想也不是很重要。但你们也没看出我的对位是谁，看来失礼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你不用对我抱歉，因为你都在看我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阿莉亚，很明显吧？确定不是刚刚听到我讲的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当你们看到阿莉有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就会，你就会看到，就会看到什么 ，pretty 卡哇伊，不要隐藏你自己。下一句是什么？然后什么？皮卡布。太酷了 ，Hello！ 就像今天用心用心在举杯跟他们一样，这是什么先知吗？过分的杨雄，对啊，但是杨雄今天有举我牌子，我觉得很感动啊！泰国又跑进来，哦，萨瓦迪卡，怎么讲萨瓦迪卡呢？那我发讲脸上行动啊，我知道啊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子，就因为现在是绝歌的啊，刚好，怎么会刚好呢？哪有那么刚好的事？命令国是医生，我看到卢卡的脚，我就一直想到我第一次 reset 公演的脚，吓死我了，转两圈，然后这样。吓死我了！笑笑，其实我看不懂，先这样是对的。昨天跟一个今天看公演解说的前奏，觉得他其实没看到前奏。今天看公演解说的前奏，觉得他其实没看到前奏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，除非出了一点意外，那个意外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那么快就发生。
但我相信可能前座还会持续一阵子吧。有人听懂吗？今天看完 P 组的人都轮流跟我说你今天很可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说好可惜，我下次看 P 组。你们觉得蛮像真金？阿恩先送玫瑰。对啊，说这个意外就发生了。我说的意外是好的意外，哦，或者是四起的出现，我可能还有需要跳吗？搞不好还需要，辛苦。稍等，少童，没有吧？不是少童问题，我的对位，我的前桌对位是小雨哦。四起前桌。四级该跳前座了吧？四级出现，然后我还要跳前座，那你会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我还是二期。四级现在总共快也快半年了。有人是情人折出来吗？最后这样可以叫何少爷去写作业吗？好，何少爷去写作业，我来就好。哎，昨天是不是也是阿雄喊说不可以？然后一块写作业，不要看直播，好好笑哎！大家都快劝你，快点快点！你看我是点不到这个红包，这红包上面有一个那个有个东西在那飘，我点不到，哎，啊，点掉了。就是你，不可以！帮糖糖洗完碗再去写作业。我的红包被点掉了，没关系。很素欸。阳光没差啦。其实我不知道我阳光多少欸。糖糖是小粥吗？糖糖是酱油。你也是很素。糖糖快不是，我是有意无意之间得到了些什么？应该是拉拢糖糖装扮我的女犯。好，我会的，糖糖。糖糖同学，那这样我们下个月的剧场会更有意思。你只是想要增加一点异性吧？我在试验一下，我没有，我绝对是没有的。笑笑只是想聚餐，糖糖现在没有核废料的位置了。比想会先你翻很多，确实。人人认证你翻，我没有认证你是你先女翻，我有讲说 这句话吗？带你姐，笑笑只要糖糖而已，听起来奇怪。
有看具会的，那你翻出息，真的，好酷哦！上一次去香港是什么时候啊？上次去香港已经是小学还是幼稚园啊？忘记了，好久以前了。这句话对我造成名誉受损的伤害，不要告我。你说好，人是不用做，不用在旁边就行了。对啊，你要考虑我感受吧。有几个朋友都喜欢的推子，他们就忘记抢票。好，下次记得他们。好的，好的。怎么我卡了吗？为什么突然重新进来？我觉得那就很好抢耶，卡。反正我们聚会都有各种想法，压力，你就是在施加压力，就你。是下次帮许多朋友抢，你下次我考虑不要加入战场。那你要坐在那旁边，好啊，好啊。结果换成女方在抢，我要坐在那旁边，是我。然后开始吵架，但是很抱歉，我只能如果真的好，我们假设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只能有一个人坐我旁边，他必须是右撇子或是左撇子，反正我就是要坐角落，因为我是左撇子。你喜欢修罗场吗？你谢谢秋选，我们都去一下有地方，真的哎，油麻地什么？这是香港的地点吗？你超右，所以如果一直滑手机没有用吧？不是啊，左撇子坐左边。没有啊，左撇子就是他坐角角的位置啊。你是左撇子，你左右都可以。真的不用筷子，左右都可以开始，超好笑。因为在坐旁边了吧？哇，好像是哦。特别是，你是不能右撇子吧？没有，就是我要坐在角角，我要坐角角啊，我要坐左边的角角啊。你坐哪里都可以，你可以不吃。那你可能要坐在门口了，可能没有位置了。你坐我的右边，我坐你右边，准备相亲给秋千。哇！不要叠字，我要坐角落。我在哪？这是什么角落？你要坐那长形？对，我要坐主位。你说那个吗？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拿着，这样锵锵，开动。就太客气了，你跟你的粉丝约好中间位置吧，让我吃不下饭哎。好，我们先聚，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，好不好？一切都是幻想，但幻想就是好像是这种很朴实快乐的事情，是吗？说好的圣诞聚餐，哎，以前不是那个什么？那是哪一年？2020年吗？是2020吗？还是2021？那么捶胸顿足。哎，超扯！梦里什么都有。2020，好久了，三年前了。记得那时候好像原本要办什么圣诞聚餐还是什么圣诞餐会，然后呢，疫情大爆发，然后没了。就让我幻想一下吧。你都梦到我哦，真的、哦。反正平常都在幻想，不差这一次。你要注意穿到戒指，坐看得到外面的位置，怕遇到我是不是？幻想力就是我们的超能力。超能力，你梦到被拒绝吗？天啊，好不容易抢到票就没了。
我承受可能没穿到，没有，连在笑在里面也不认不出来。对啊，哎，就这样走过去。洛克，都是天天害的，怎么会被拒绝？幻想力就是超能力，没有错，可以交换这个超能力。大家都好去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大话好多，非常的快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昨天有睡饱，我今天精神状况真的有差哎、欸。贯彻始终的人我知道，毕竟刚活动完，活动照常举行。你们虽然是瘦点很多吗？不会，我会照常吃，但我可能会小心翼翼的吃。好悠闲，我是被路牌认出来，我这辈子是谁？啊？真假的？好扯！呀哈，医生，救救你哦！就叫我早点睡，坐哪里都好，可以穿上睡衣就好。你，哎，夏日，有睡饱一定有差，那你今天早点睡觉才来得及上学。这个问题呢，就容我思考一下。卢卡，真假的，你好久真的有了，谢谢，谢谢你选择送给我，谢谢你。我看到在把好人卡，谢谢你，你是一个好人。什么情况下会遇到卢卡啊？清新花儿。你早说你给人家办好人卡，谢谢你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但我觉得爱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的，我的抱歉。刚刚说那都在水上。没关系，安安这样我习惯了。我突然有一天说爱你，你肯定要觉得奇怪，你肯定要觉得，嗯，这是周家吗？周家会讲出这种话吗？你要拍小说，我真的，先这样说吗？没有开玩笑，我今天就有爱了，不会那个我会傻眼，我会。你确定要送火箭？要确定哎、欸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把火箭的钱存下来，搞不好会抽到一张纸币？对，你会被我骂。谢谢芳芳送的分享欲。天气平，现在发卡。头颅奖 ，Hello， 我有看到头颅奖。哎、欸，是昨天吗？还是今天？特写，你哪那么好抽？你可以偷看我的、啊，搞不好跟你想象中不一样。一发入魂，啊，陈先生和小雨，懂爱跟不懂爱都是沉默的。什么另一台？存下的话就有法拉利，说谎就是爱。偶像是用谎言堆积出来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那是他怎么讲？忘记了。特喜，我有看到你啊，说爱着你的我，爱着你的我，然后后来认得我，认得我，认小梦，爱着你的我，认得我，到底是什么啊？想不起来。我希望你也是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是认真很想记起来歌词，但是我的，不是脑袋。一片空白，爱着你的我，爱的太深很浓。那些不知为什么一颗颗甩落，这是第二段啊。偶像的谎言就是爱啊。那看来我没有说谎了呢。爱
着你的窝，包括你每个种种24小时在窝脑袋，脑袋盘旋不休，噔噔噔噔，爱着你的窝。即使就连某一头，你也不断敷衍着我胸口，紧紧依旧。脑袋盘旋不休，这是什么？看校园他们的歌词比我还准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你们很记得很熟、欸，哎，只有我记不起来吗？但我这次我有把那个记起来，星不是星期，我今天讲说星期三的夜晚。不是啦，是星期二的夜晚，星期三黎明。你在晕？脑袋盘哦，不是脑袋，脑袋盘旋不休，脑袋盘旋不休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没有，我只是没有在听歌，听我现在没有听，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。你有个疑问，脑袋盘旋很可怕哦。今天上面也不知道唱什么。那我听一个星期二首是比赛，星期二的夜里，星期三的黎明。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 innocence 的这个是无花果。黎明。星期二的夜里，还有跨日，还有，那是星期三的黎明。欧果皮，哈，星期二的夜，哎哎、欸，杨、欸、雄，不行哎、欸。首先，首歌名很多很长的难记，嗯，然后还是背头蛮吗？那什么？脑海盘旋不休，爱上侧写了。偶像是靠谎言这种魔法让自己闪闪亮发亮的生物。谎言是一种爱，最近我推里面，嗯，晕船。Innocent 不是无花果吗？我刚讲什么果？我刚不是讲无花果吗？我刚讲无花果吗？还是我讲什么？就有点想不起来我刚讲的什么。嗯，我刚讲的什么？哦，我就讲无花果啊，小的屁。他说是无花果，他没有说是皮。还是他只是讲是无花果皮？好吧，可能我没有认真在听。但我知道是无花果。无花果在手上才能剥皮啊！你很皮，不可以这样讲我哎、欸。听的话，无花果。好吧，我其实根本不会 tag。悬铃木翻中文一下，听超长歌名。嗯。谢谢芳芳的追踪，然后他们现在都在。没有，你这样讲我就不想要了。你很坏哎、欸！叛逆的人，那你找一下飞头蛮，飞头蛮。各位指定四月生写真的吗？还没指定的记得指定哦。
我没有想要看这个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后面再背一下，好，你去指定。晚点再说，哎，你晚点再说，不如就现在好不好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指定，已经退出买睡鞋市场了。微微都发完了吗？好问题。等一下，那还可以看到业配吗？哎，是可以啊，我还有照片没有发，大概。其实我已经忘记我发了哪些了。落在一个限动，你再加两包吗？冲穿鲑鱼，名字会看起来比较像女生，是不是？可以看到更多汤姆大船吗？你还是五六月散户。那不用指定了，好好笑哦！极限压线可以照一下，跟最后结账就不要压线失败，这样可以抽到熊熊。我好像没有抱那个熊，我有抱那个熊吗？其实我也忘记了。你看都十八、十九才最好这点。那你可以现在不用考虑了，你就考虑我就好了。1759下单，七天后付款。没抽过升血奖，抽奖没有抽过升血券，心灰意冷。Hello PCB， 我每次戴眼镜，我的手机都认不出我。林圈墙中过的下去，我的 Siri 好弱，我也觉得。去玩日本没钱买给我了，买给我什么？买你没有给，买你生前没有给，买给我。我没有给耶，买你，你可以买米、买菜、买冬瓜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留言都会自己脑补字哎，好笑，对啊，为什么啊？我们都会自己补字，但明明就没有看到那个字，但就是好像有看到那个字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不用考虑，我考虑是指定谁不用看，你可以再考虑再指定我一包。原来组补字最严重，真的假的？真假，真假，全国模拟考排第三甲，什么？真假，全国模拟考排第三，到底几个字啊？真假，模拟考三强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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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教我恋爱的各种倾向，具体对策，那份参考书写的最透彻。身为一位文科，恐怕我下不了结论。
坦诚招待着沉潜过度的揣测，那就不是我的。偷偷的把他的心确认，我的参考书。我跟你就是，也许始料未及，是清新帅气的秀才爱君。汉堡炒面混搭咖喱饭再放偶尔来一份乌鱼子也不差。我跟绝。我的不是在熊妹那的，哈 ？Oh my god！ 我刚才还在听一次这个哎，我今天没有很想再听到这首歌。哦，对啊，我的参考书已经送给熊妹了，但是她看起来是没有好好在念它，她搞不好根本没有把它翻开来，她搞不好还把我的参考书拿去，哎，周家的参考书转卖。高价卖出，因为你知道我有些根本是全新，然后没有折痕，无折痕，无折痕，无姓名，全新。哎、欸，是真的、欸，你知道那时候好像是哪一科啊？地理是全新的，讲出来好尴尬，好尴尬、哦，天哪！还有什么公民也很新。就社会课都还蛮新的，只有历史的是旧的。有五万里吗？因为五万里面有我的参考书啊，上面有签名吗？有写那个，有写那个三年几班周家这样子。Double it and give it to the next person. Yes. Double. 什么？他们不会什么 double？不是有一个那个吗？ You, 就那种是 YouTuber 吗？还是他会做那种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双倍给下一个人，还是你接受他？大学小家参考书传承，而且自己写名字，弟弟可以卖给你。一架说过你几乎没用到课本，没有，我现在就没有了。吴哲恒、吴婉玲，哈，永安专属笔记会更好卖的说，今天地理全新，你有必要买参考书吗？古柏说，拿到一本签满名的十年前参考书，我们今天。代过好深，所以是什么意思啊？吴哲恒、吴婉玲，你说都姓吴吗？哈？哈？哈？你觉得很好笑？这我看不懂吗？卤肉饭 ，Hello。对啊，这我看不懂吗？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来练榜吧。卤饭也是女饭，最好是啦，最好是。第十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九名是喜多，谢谢喜多。第八名是维云，谢谢维云。第七名是阿正，谢谢阿正。第六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。第五名是阿成，谢谢阿成。第四名是浩逸，谢谢浩逸。第三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二名是俊生，谢谢俊生。第一名是小逸，谢谢小逸。哎是哎真假的？哎真假的？哎抱歉，抱歉。哎你真的是女生？等一下，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 ，sorry， 我真的没有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卤肉饭这个人，好不好、欸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抱歉。没有，因为你平常都很爱骗人，我真的以为你在骗我。Sorry.
等一下，抱歉，这本是《幻乐觉》。I'm so sorry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等一下，笑笑，你要检讨。他还带着一票女犯，不行哎，没事。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。该发红包，没有红包可以发了呢。好，好，我抱歉，对不起。啊！帮他发，谢谢你帮我发，谢谢笑笑的红包。谢谢老板送红。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抱歉。对啊，谁叫你平常那么爱骗我？你看，平常就是不要多说那些谎话，因为谎言久了之后，大家都会觉得骗。我背好，那是特别印象，突然印象会很深刻。哼。但我平常没有骗你啊，你说爱我是真话不是谎话，真的。像我就居然还在放羊的，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去念书吗？说好念书你倒是说我骗你什么？好像都是我骗你，就是他们在说你在骗。好像真的都是哎，你是不是上了五单选拔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骗你。还有什么？你是上了六班选拔？没有，我没上，我没上。你是不是跳温布顿？啊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认为呢？反倒真话只有粉丝嘴怎么信？书随时可以念，直播现在可以看。是啊 ，Rubber， 那是我的问题。你现在嘟嘴吗？笑还，我原本以为笑要骗我说什么，嘟嘴脸会变瘦，我就说不行，嘟嘴脸会变胖，然后就一嘟，好像就变瘦了。好，谢谢 AD 送的一颗星。那今天先到这里，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下一次的直播时间。谁教你的？没有，就是觉得焦虑的时候就这样，就想要咬手，你知道吗？下一次直播是礼拜三，几点？八点直播。我有交给姐姐吗？啊？咬上唇，你会咬手指？没有，其实根本不会。我指甲超漂亮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咬手指？我只是说我最近会很焦虑的时候，就有点想要做出那个行为，但我没有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咬吗？会咬的时间点大概就是在我写数学考卷的时间点，然后就开始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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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写，不会写，不会写。因为没有公布直播时间，我会教吧？我会教，我好想教。我会教吗？有。中文那个就是骗。OK。人好好不是很正常吗？因为你会扣，
啊？不会扣。好，反正就是礼拜三。对，我先讲，我是礼拜三。礼拜三哦，礼拜三晚上八点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再见各位。晚上八点，晚上八点。我怎么可能播早上呢？我这早上早八的人哎，怎么可能早上八点？反正晚上好，就这样。一场，还有礼拜六，礼拜六吗？没有礼拜五，礼拜五，礼拜五哦，拜拜。马上写到时间树上，谢谢。没有啦，拜拜，拜拜。